iPhone 两 G， 键盘一个。哎呀，玩唱歌时间3:51，哇！今日冇乜云，33度。太熱裏邊，真係好熱啊！即係聽日又要化補課，但係又唔知佢講話有啲功課幾時交。聽到又放完假，翻嚟之後8月幾先交，但係唔知係咪真係？如果又聽唔明佢講咩咧，又唔知話今日交定聽日交，定係先嗰日先交。在今天吃早餐，在西歐吃早餐的時候，在後面即是那晚人吃完東西就走了嘛，突然間聽到一個玻璃杯碎裂的聲音，正在我在個背脊爛了個玻璃杯，不過幸好那些玻璃碎沒有刺中我的身體，沒事。但這個 waiter， 這個負責的 waiter就猛咁同我講 sorry， 唔好意思 ，sorry。如果真係插中皮膚，一點都會流血嘅。跟住啊～晏晝再聽我大人食飯，聽日又要補課，但係之前頭先有講過話，唔知功課幾時交。9點補到12點，又唔就好話開又話超時補咯。因為首先，如果你開始唔想超時嘅，你就唔好喺度測驗，俾人集做。咁呢啲係咁學咁就可以唔嘥下時間。都係唔怪之啊！點解夾唔切書？淨係地理一樣啊！點解夾唔切書咧？因為
攞咗一部分時間去測驗文書，即係問問題啊！佢話呢啲時間總共係壓咗接近一個鐘，即係半個鐘至一個鐘。咁但係就話個照住本書讀，咁就代表識㗎，唔係喎。總之聽日保住一日，唔係應該係成個月份 last 日就可以休息，一個月之後又要補錢，好煩啊！補咁多錢唔掂啊！講開又講啊，即係諗今晚講地利，慶功呢樣嘢又唔記得咗，係我發覺即係 miss。雖然話諗，即係話好多嘢忙緊，但係可以話有可能唔記得。但係每次應承過做嘅嘢，都會甩底，甚至係放飛機。上次考試，個分數低過六成，即係舊年就要罰抄。而就話我哋今年即係成個活動搞得完美，慶功。呢兩樣嘢都冇做，因為只要你一唔提老師嘅話，佢一定唔會記得。唉呀，就去呢個灣仔小龍群益會嗰度，即係之前 Miss 就話。去尖東站轉車，行過尖沙咀站轉荃灣線，但要俾多次錢，因為你要出咗站先可以去到尖沙咀，但出咗站又要嘥多次錢，所以我呢個方法就轉東涌線過去係比較快啲，即係實際上其實個個一定唔知道。整個地鐵最快路線最快到香港的路線就是東涌線，真的要所以話應該是東涌線，即係話應該坐東涌線，即係未即係坐車一定會轉荃灣線。不過荃灣線是最慢，佢一定十幾個站先到咗中環。哎，好攰啊！而家出去跑步，哎，琴日可以半島呢個玉桂山休憩處嗰度
又曬，行上山起碼幾公尺啫，唔使公里，好快到嗰度。不過嗰個地，不過上到去之後係一個人都冇，因為熱得滯咯。又熱，即係個個一定好驚中暑，甚至係驚曬黑。即係呢個旺角行人專用區就今日最後一日封咗，即係呢個結束咗之後就已經變翻做行車路，但係啲嗰啲表演者就去呢個改去尖沙咀，但係咁又唔會有噪音，但係佢表演都係為咗錢，因為賺錢啊。